各位阁员郡守，我们还有一分钟之后开始准备上课哈，请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手机哈，有没有关机或关静音，这样才不会影响其他人上课，谢谢。各位阁员、郡守，这节课哈是由我们资深媒体人名嘴蔡玉珍蔡小姐哈所带来演讲，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谢谢。我们掌声继续拍下去哈，谢谢。各位同心，我恁欢迎秘书长都不加热烈。今日吼，咱这班算真幸运，今日佫介绍一个美女，蔡玉珍，热烈掌声欢迎，谢谢。大家好，大家好。我今天在下午的课好像比较。这个优惠一点，早上每每上课好像，有一点小小状况是吧？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缺电哦，电的问题，现在看起来应该是 OK 的。先问候大家下午好。那因为我最近上课就是在很多的公开的大活动的场合哈，我都希望先做一件事情，就是前天晚上《华尔街之狼》的 Jordan Belfort 来台湾的时候。那在开场我也先跟大家做一个要求，就是你们可不可以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我们先为这次在澎湖复兴航空罹难的我们的同胞，还有在受伤现在还在医院的我们的同胞朋友，我们先为他们祈福，所以我们用双手合十。好，谢谢，谢谢大家。我想，因为今年呢是甲午年，所以今年从年初演讲或是很多公开活动的时候，我都告诉朋友说，我有一位还蛮信任的一位长辈，他说今年甲午年哦，有很多的所谓的地震山川路缘真仙，有很多的一些我们没有办法预知的状况会发生，所以这次这样的一个灾难的时候，心情感觉上特别痛吼，会疼嘞。我看迄个马航吼，未流目屎，但是我这两天已经看着电视，已经掉了好几天的眼泪了，所以也才希望说，跟大家一起就是做一个这样的仪式。好，那回到下午我们上课的内容哈。早上这个美美有跟大家提到一些做记者做监督这个政府该做的一些事情，对不对？好，那我还很担心说他上网络去把我的东西都讲完了。好，那所以这个应该我想在这个部分哈，在这个部分被浙江的官商勾结揭发哈。我感觉在媒体里面，在媒体的记者当中呢，我自己应该算是对自己非常有自信的，就是呢，要查这些资料，应该没有人比我厉害，所以我现在的工作，现在的角色，包括替一些企业或老板或集团，帮他们整理资料，比如说他要参某一个财团合作，他要去见一个人要谈生意，那我会先帮他做一些基本的过滤，我会告诉他说这个人过去干过什么事情，那所以呢你们要
知道他过去的背景，知道他过去的历史，那你再来决定你跟他见面的时候，你参伊见面的时阵，你要参伊讲什么啊？他有没有在跟你画虎烂？哦，就像我们前一阵子在五四新观点讲说，苏慧珍他在新瑞都案的时候，我最早在财讯写新瑞都案，然后我甚至也为了这个案子去采访已经过世的前高雄县长于前月英，可是跟苏慧珍坐下来的第一开始，然后听他说这整个的案子如何如何，那我就先开口问他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公司没有用自己的名字？你公司现在不用自己的名？那苏慧珍就很清楚很明白也很坦诚的告诉我说，因为我早就退票了，所以公司在这个过程在申请的时候他不方便当负责人。那其实我知道，因为就很像瞎子吞馄饨，我早就知道他退票啊，要参与见面进前的询问的查规啊。好，所以只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讲，因为接续早上这个美美跟大家提的一些东西哈。那我个人呢，从这个从《智利早报》记者、《金周刊》、财讯，然后到后来哈，那当然最早的时候，我有一个资历没有写上去，就是股市万点，民国79年12682股市万点的时候，我在当营业员，那时候鸿海的郭台铭好像刚刚挂牌上市，那当时国泰人寿1975块，我家里就有十几张的国泰人寿的股票，有一天遭小偷，用爬的爬回家，因为家里抽屉的那些股票价值2亿多，就是在民国79年第一次的股市万点行情12682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安泰人寿之前，我在当营业员。所以跟各位分享我的经验，因为真的是我自己个人在采访、在写新闻、在追踪这些弊案的过程当中，我等一下会用我的一些实际的案例然后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早上美美可能提到说有什么经济部商业司啦，有什么法院的资料可以查，那我就接续的这个部分跟大家分享说，啊，要安怎查？查了才会贴底，查了才会漏高哈。那所以呢，一样的就是用电脑查，因为呢没有电脑做不了什么事情，所以呢就是要用电脑来查哈。那所以在我们的包括我们监察院的调查官，还有台大新研所要毕业的那一班，就是李金玉的老公彭文正。他毕业班之前就会请我去帮他上3个小时的这个课，就比较完整一点。那另外包括中天电视，包括 TVBS 有几个电视台的新记者，他也会叫我去帮他们上课，了解说跑新闻之前不可以什么都说不知道。有一次邱毅爆料，他说这个马永成跟华南京的林明成到八王子，然后他打电话来说，玉珍姐，八王子在哪里？我说你不会查哦，就是做记者做到什么东西都要问别人，那这样子的话真的是永远都是菜鸟记者。甚至包括刚刚早上有提到说吴宇森想到维格，想到这个维格的606房，那时候记者也开始就问我，吴宇森家住哪里？吴宇森家住哪里？就当有一个新闻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追，怎么去找？那当然你说现在的什么人肉搜索也总是要有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点子。所以呢早上美美所提到的东西，我这边呢其实就把它整理下来，大概有一些最基本的用得到的资料库，然后呢跟证券、跟股票市场有关的，跟房地产有关的，还有跟这个中华征信所这个退票记录有关的，那大概就是这些比较常用的。
你若这些东西找不到，表示说你真的是良民，就是非常善良的普通小老百姓，就是你没有留下什么不好的记录，因为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如果在这些资料上面都没找到你，那表示你可以办良民证，因为真的不错。 好，那所以呢，这些资料呢，我等一下来一一的跟大家讲，就说怎么样的去做一些操作。那当然我比较用实际的，就是我实际上要操作这些东西了，然后呢怎么办？比如说我要查高玉人的家族，那我要从伦飞电脑去查他的公司，查他的政府标案，查他就是高玉人引导标偌济政府的工程，然后呢查这里头呢有没有大陆投资，比如说啊，朱立伦引导啊，但是呢，伊大陆生意做足大，那要怎么找出来？甚至呢，你在当地找的资料跟他公开的财报上面核对，说有没有错误，有没有错误，这才叫监督嘛。好，所以我本来担心说美美把我的东西都讲完了，可是我想应该不会哈，应该我有我自己可以那个可以就是跟他不一样的哈。那包括经济部商业司，包括地震资讯中华征信所跟这些哈，早上都有提过。好，那这个是比较完整的，这是比较完整的，就是说我被查个人呐哈，我要查个人哦，因为以前有一个建设公司老板要追我，我追我。然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上去查看他在法院有没有不良记录，结果一查完蛋了，他呢去打高尔夫球，后来跟人家擦撞，然后呢他就拿着他的高尔夫球杆就跟后面那一辆车打起来了，互控伤害罪。我想说啊，这个是要怎么做会呢？这个哪回就是我如果被他追成了，尽管他很有钱，可是我如果跟他吵架，他拿高尔夫球杆K 我，那怎么办？所以我一定会查，我一定会查。所以很多人才说啊，你就是安内啦。所以吼，到今麦个 get 未出去，为什么？因为没几个男人经得你这样查，吼，太恐怖了，对不对？好，可是真的啊，不查不行，查下去才发现乌鲁木齐、欧罗伯这一大堆。好，所以查个人，然后呢，查这些公司。然后查你的合伙人，还有查你的诉讼，这些都是。那至于股票投资，股票投资要怎么查这些公司的资料？然后呢，还要我跟你说，我今天顺便，因为这是美美他们绝对不会讲的，就是我要教大家安那做股票哈，会较知，不会被骗。然后呢，你只要稳稳的做，至少呢。比别人的胜算还高，就说你要从基本面，公司赚不赚钱，然后呢，公司的负责人，公司的股票有没有拿去质押，这个叫基本面。公司若无赚钱，你买要创啊，所以这个叫基本面。那另外一个叫技术面，技术面就是什么 K D 啦，外资法人啦，然后 M A C D 啦，甚至那个什么。什么融资融券啊，这个叫技术面。那另外呢，这个叫消息面。消息面就是外资买多少，政府在做什么，有没有什么政策，这个叫消息面。所以你要做股票就是基本面、技术面跟消息面三项都合作会的时候，说啊，这间公司现在今年呢过去赚钱，今年第一季，今年第一季又赚钱，所以还不错。然后再来呢，现在呢 KD 处于低档，哎，大家知道什么叫 KD 啊？ KD 是一种指标，知道吗？就是你要看 9K 或是看那个，一般大家都是看 9天来的平均走势，那 KD 处于20以下是最安全的。标喜公啥？标喜公啊，现在嘞就给，就属于叫低基期。你在股市的分析师上面形容这个叫低基期，就是 K D 在20以下。那80以上呢，就表示说，已经飙到很高，然后呢，大家都想要准备卖的时候，就很像现在9500点。很多人说，那到底要涨还是要跌？那还是要看个股。那个股就要看什么？看它赚不赚钱，看它的 K D 怎么样，再来看说啊。
听说最近这个飞鸿有华为跟小米接单，所以呢他可以买，这个叫消息面，报章杂志的报道只能做参考。好，那另外这个是未上市的部分，这个就是在个人跟股市方面可以做的。那另外呢，我今天其实也会跟大家讲一些房地产的东西，房地产齁，很多人说啊，房地产最基本的就是说你住多少，你家银行贷款多少，啊，这个贷款呢，有没有超贷，那什么时候买的，面积多少，有没有设定其他抵押，这个我都能查，啊，怎么查，就是等一下教大家查。那另外呢，永庆信义志邦什么，这些都是参考的，参考不动产的参考。那另外呢，我要查一些新兴天然瓦斯、大台北瓦斯，还有一些台北什么都更处的一些公开资料。那甚至呢，包括这个房子是不是凶宅，这些呢都可以让我们在网络上这样子很清楚的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料。OK， 那我现在就要开始进到，应该是美美早上也没讲的，那我从头再来一次哈。来，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谈一些人，谈一些问题，然后谈一些这些人每个都很大位，都很大位。可是呢，当比如说吴宗宪的资料，我要怎么样查，我怎么把他介入祥生、介入上市公司的资料都查清楚？陈文茜，可能你要买他的书，可是呢，除了买他的书资料呢，怎么样查到跟他有关的一些财产资料？查他的一些像比如说他去买的那个叫做中国饭店旁边的豪宅，那这些呢都是可以查。好，可以查啊？怎么查呢？来，第一个一定大家会用 Google， 谷歌 Google 一下，对不对？好 ，Google 蔡玉珍 ，Google 蔡玉珍可能有很多很多资料。好，那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这上面哈，他写1964年，表示说我已经50岁了，相信这个东西是真的的人举手。没有人举手，表示大家都不相信。好，没人要相信，表示这个生日是错的。那这个错的呢，我不想改，为什么？因为这是个资法，就说我到底要不要把它做的变得很正确。所以在 Google 这些资料的时候呢，都要查证。那怎么查证？被查证的是要交叉比对，交叉比对说啊，我是台大的哪一届，然后呢，甚至我中山女中的同学是谁，那其实从这些 交叉比对，现在因为在 FB 脸书各方面都有资料，所以呢你一查就知道。像刚刚我们的那个应该是教务长还是什么长，他说你看你念台大社会系的时候，我就曾经你们搞社会运动的时候，我跟之前的那个台高雄的副市长陈启玉，我都去你那做过那个讲席。我说哦，那真的是前辈。为什么？因为当年我在台大社会系，那现在的高雄的民进党的主委，前高雄副市长陈启玉，他是我同班同学。就是你要问同班，看同班同学大概的那个，就是大概就确定说 ，OK， 这东西有没有错哈？好，那除了这个 Google 之外呢，那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资料哈，所以我才说做记者，你就是要决定你要做什么事。可是呢？做很多的东西哦，我必须跟大家讲，除了你大家在看报纸哈，报纸只有一个东西是绝对是对的，其他都有可能是错的。就是报纸上面的日期绝对是对的，其他都不见得是对的。今天《自由时报》的头版说潘世伟说什么什么什么。跟你说，潘世伟讲的那话，那些话都不见得是对的。赶紧这个下拍垮，对不对？好，那现在呢，还说他是因为呢什么利益勾结，所以他被斗下来。你会相信潘世伟讲的这个话是真的吗？才怪！你看那个被人家拍的那么清楚，还说是因为这个有人要斗他，也确实啦哈。那近乎这类体制来民，我相信有人一直要这个劳动部长那个位置。那我就不相信我没办法把你弄下来，因为我在一周刊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坚信的，我不相信这个枪开下去你不会下来，好，一直都如此的啦。那个枪被一周刊做上封面能够不倒的没几个啦，好，因为我也在一周刊做过一段时间。好，那可是呢就变成是你要自己秉持什么样的
良知，或是秉持什么样的信念。那我常讲说，我等一下要跟各位讲的这些东西呢，你也可以拿去做坏事，可是你做的坏事，老天爷都看得到，老天爷都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所以希望大家用这个东西去监督那些在做坏事的人。好，那所以接下来了，我要开始做一些实际的操作，就是开始出题目了。就是比如说最近我们的国安局长蔡德胜说他下台，他要去接什么公司的老板，去接一些企业。那我在12年前唐飞他卸任行政院长，就有人告诉我说他去一家公司接国防部很多案子。那我就觉得说安内北塞这样太过分了，我们的官大部分都这样，10个有9个8个都是下台之后我一定要去再接一个位置。好，那你如果挡我的话，那我就想办法把你给斗下来。好，那这一定的，包括我们国营事业很多的这个财团法人或是转投资大概都是如此。好，那我就听到说唐飞去做国防部这个行李跟着益康，然后呢我要怎么样把他在最快1个小时或是半个小时之内，我就要把这个东西查得很清楚。那我是总编，然后我交代说，那你要先怎么做？第一个你要先怎么做？有没有稍微想一下？就是假如我是总编说，你帮我查一下这个案子 ，Google， 先 Google 益康，先 Google 益康。好，我跟就大家先想一想说，如果题目是这样的时候，那安呢我都听着这类消息啦，就这样我给他讲小道消息啦，我的小道消息很多很多很多。好，可是呢我要把它写出来啊，而且写出来还要不怕被告啊，那一定要有本事，对不对？要本事啊。好，第一件事情你要用 Google 也可以啦，但是呢 Google 唐飞其实 Google 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呢是查益康这家公司，先查益康这家公司。好，就是在这个地方先查益康。好，就是刚早上你们可能只是听到一个概况，我现在是告诉大家说，我若是这要去做那个征信社，要去做狗仔，要去做失败，我也要知道说要怎么入门嘛，不然吼，你说哎呦我没经验，好 OK。那我就告诉各位，等一下我2个小时讲下来之后呢，你们会都很厉害，每个人都可以去当名嘴。为什么？我现在就要讲名嘴的故事了。我看到那个两头公牛跟母牛在那边，然后呢，那个，结果就是一只公牛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然后那个母牛就追在后面啊，然后就说：“你起来冲啥啦？你来滴滴照，滴滴照嘞。”结果那个，这个公母牛啦，母牛就说。名嘴来了，名嘴来了。我说我名嘴来为什么要跑？说因为他们会吹牛。好啊，可是呢，那他就说，那你是公牛啊，你为什么要跑呢？他说因为他们也会扯淡。好，所以呢，所以名嘴就是这样子。那我要告诉再跟各位讲另外一个，就是黄月虽的弟弟的那个扯淡的故事。他说现在的名嘴为什么没有行情？其实吼，我去遐。一天这样坐了对吧，三千块啦，3000块又敢说，又人家说他现在名嘴都鬼扯，对不对？好，他就说为什么他不去电视台了，因为名嘴跟华西街的工作人员是类似的，我们找几个相同点，大家可以想到几个共同点。以前讲说记者跟那个记者跟妓女是原地公开稿费重优，对不对？好，然后什么来稿什么公开原地公开，那记者跟名嘴第一都靠自己嘴，都用器官赚钱，有没有？都用器官赚钱啊。第二，器官张开就有钱。第三，都传播病毒，有没有？都有病毒嘛。第四呢，要叫得越大声，演得越好，客人就越买单，对不对？啊，不然那个什么干的，那个中天那个什么干的，他说：“哇，你看，我好想把这个扣子打开。”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节目，在反服贸的时候，然后看到那个反服贸的辣妹在电视上的时候，他说：“哇，你看这个怎么能够不引起人家的遐想？”嘿吼，那个真的是病态，但是呢，他演得很像，所以他还是继续留在中天。
所以呢，就要演得越像，叫得越大声，演得越好，客人就越买单。第五呢，价钱公道，除非你有经纪人，有没有？那时候那个曲美凤回来啊，还有那个什么好几个人，他们都有经纪人呢，有经纪人价钱不一样哦。为什么他们现在喜欢找名嘴？名嘴杀青狗青啦，阿丽娜 give 什么？比如说，你如果要找艺人，哈，你如果要找艺人去上这些谈话性节目，对不起，至少多加一个零，给几个零，哈，多加一个零。真的啊，真的啊，有人还很贵的嘞，那个许纯美有没有？那许纯美要加两个零哎，一共赢了给两个零，哎，所以真的是这样。所以你看，第五个共同点就是，除了你有经纪人，否则都是3000到5000。那第六个共同点就是都在扯淡啊，所以扯淡就变成了名嘴跟那个行业共同点了。好，我回到这边，第一个益康找了，对不对？益康找了，接下来益康这家公司的结果是什么？来，你就按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边，那就它就会有一个，它就会有一个董监事资料。益康这家公司出来了，资本额本来是这个登记10亿，然后呢，资本额6亿。那公司的当属定是向公司得记的家。我跟你说，看这些资料是有学问的。我以前在揭发那个城镇中的鸿福建设的时候，我查了他8家10家公司，通通在同一个地址，而且是在士林的某一个公寓的3楼。我就跟他说啊，而且这个不是，这不造假才怪哈。就你看这些公司的地址，你大概就知道说这个公司在干嘛。好，那在敦化南路2段还好吧？哈，这个敦化南路，所以我知道说我要打电话去他公司，要打104还是105啊？好，那其他公司在做什么？他是去标高雄的，这个博彩，伊要去摕高雄的这个博弈彩，然后没拿到。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就要看董监事了，就是说在前面这里有一个栏位哈，有一个栏位是董监事资料嘛，对不起，就这里董监事资料一按下去，按下去之后呢，就这边就出现杨建刚、杜俊元、唐飞哈，还有谁？那当然叫唐飞的、叫杜俊元的，可能同名同姓很多啊，那怎么办？我找他问问看嘛，对不对？不然怎么办呢？就打电话给104，请问益康的公司电话几号？2581多少多少 ？OK， 那就打去了。打去了之后呢，就开始要录音哦，开始录音说，请问唐董、唐先生有没有在公司？小姐就会说他不在。你说他都没进来吗？没有，我都没看过。因为他来当门审的，当然没来也没看过啊，哈。那他说，那我就问他说，他就是我们的前唐飞院长吗？他说应该是吧，哈。我不是，他会讲说我不知道，那甚至他会直接跟你说是，哈。那我打过去的时候，他说是啊，但是他没有来过，他没看过，所以他不知道。OK， 那就跟他聊一下。那杨董在不在？哦，杨董在不在？那我可不可以跟杨董聊一聊？那我当然表明我是记者啊，不然跟人家那边套假的。我当然讲说，后来我会告诉他我是记者。OK， 那就把电话聊过，采访他，然后呢，也知道说为什么杜俊元会在这个董监结构里面。好，那接下来呢，要看他到底拿了哪些政府工程，就要直接进到刚刚早上美美也跟大家提过的电子政府采购网。电子政府采购网是这样进来的哈，是这样进来的，就是在这边公告日期全文检索哈，然后呢这些资料都在这边。好，那你就打进去之后，打益康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它有很多的工程，中科院、国防部什么什么都有，然后呢列表总整理。因为我们做记者最会做的事情就是我给你列表，列一个 table， 就是从什么时间多少钱，什么时间多少钱。我等一下再告诉他，跟各位讲一些范例。所以呢，有益康哈，你看光这个国防部采购局的网路伺服器哈，这个的金额是多少哈，就一堆。好，那接下来呢，你大概就可以整理一个，唐飞无关一身轻，做起国防部的生意哈。那就这一篇报道，在2002年的时候，唐飞那时候透过他的干女儿黄宝慧说他要告我，我等他等了12年，到现在他还没有来告我。
我想他大概也放弃了，因为我写的都是真的。好，就是唐飞的部分，就是大概因为这里头有一些些的资料都是后面在补问相关的一些人哈，那就这样子。很简单，就是说当我听到一个讯息，我听到一个官商勾结，我听到一个我认为该去监督的弊端，那我应该怎么样的来把它给呈现，而且呢要让大家知道说我写的东西是对的哈。那我当然要经得起所有这里头提到的每一句话哈，比如说高雄彩券的承包商国阳资讯跟他的关系是如何如何，有些东西我是要去问的哈。好，那所以接下来我要举几个例子，举几个我以前踢爆，然后呢觉得这是一个不公不义欺骗社会的一些事情，包括这个人说他18岁赚1亿，这个吼现在还在关啦，但是吼我在2001年踢爆他的时候，商周还不肯把这本书没收。何飞鹏说他根据作者的说法，你感觉说哇这真的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天才儿童，十八岁就能赚1亿。他书上怎么写的，他说吼他有一天去加拿大，结果吼看到人往哪走往哪说话往哪走往哪说话，他觉得太神奇了，所以呢他就看到他手上拿的 walking token 叫行动电话，所以呢他就去买了一支回来，回来之后呢他就到台湾的电信局去开通，开通了觉得说哇真的太方便了，所以呢他就拿了独家代理跟生产，就卖一个月就卖了1万支，就赚了人生第一个1亿啊。这种鬼话何伟鹏说会相信啊，真的是鬼话哎、欸，真的是鬼话连篇哎、欸，他真的是鬼话连篇。所以他后来接受郑鸿仪，接受所有，大家有没有之前看过那个叫拍点滴矿泉水，就是他，就是他，他在做的，在炒股票。那他在炒股票，还跟人家先出一本书，然后再去买一个媒体，然后呢，再上进各所有电视的节目，做所有的行销。所以大家看到电视在做行销的时候，不会说哇，这个宣传就多哎，吼，那这个他的生意做好大，他好厉害哦，他真的好行哦，他讲了好多故事都好动听哦。真的啦，我跟你说，那个那些人都比名嘴还厉害，因为呢，他们都名嘴比名嘴还会鬼扯，所以呢。他就出了这样的一本书，那出了这样的一本书之后呢，要踢爆他真的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去约了一个，就像我前天在主持那个《华尔街之狼》那个 Jordan Belfort 的那个角色有点类似，就是我碰到了一个，我要采访东龙五金的范方奎，就范方奎呢，他被警察抓，他被修理，然后到警察局去，竹联帮的堂主在保护他。那我就去找那个竹联帮的堂主，结果那个堂主帮我约了范方奎，然后要来的路上都要来等你，结果电视上刚好在播拍点滴的那个广告，他就说转台湾，结果都要现在这个想不更小啊，嘿哦，18岁的时阵吼，在太原管训吼，在我下骹在给我修理，结果吼，讲伊18岁赚1亿啦，就是这样子，就是人不可以太臭屁，老天爷都看得到。所以呢，就这么一个渊源，然后我就直接就把魏文杰这个名字直接去调他的刑案记录，调刑案记录有一点困难哈，就是你感觉这个人，这个人一定是有案子可以查的，然后可以列案的，所以我就拜托了一位检察官，值得信任的检察官，而且也是有道德勇气、不怕被处分的检察官。我跟他说这家伙干了很多坏事，那你先帮我调一下他的前科，但是我相信有一天呢你布线追踪他的话，你应该很快就可以杠上开花。我是这样子去调他的口卡，调出来他13岁长夜诈欺，什么什么什么毁损，什么事都有，从13岁开始。他不输给郑杰啦，说邪恶的程度是不输，但郑杰是杀人啦，但是呢这种小孩就是他从13岁的坏胚子就是那个很坏的基因就在他的身体里头，所以他可以在13岁骗人到18岁，然后编了这个故事，然后觉得说这是一个赚钱的机会。为什么？他在台中开公司的时候，多少大学毕业生一毕业，然后呢去他那里工作，开始卖股票，一股80块90块，
恭喜，哎，印股票，印股票换钞票，那是王玉云，高雄南霸天王玉云当年说，我不知道印股票换钞票这么好，这么快乐。真的啊，所以魏文杰也就是这样子，好，然后就开始印股票，然后呢，再叫一些刚毕业的年轻人回家跟妈妈、跟阿姨、跟叔叔说，我们公司的股票绝对会变成股王，绝对是下一个大力光。你没有买的话，那你绝对会错过这个机会，你不要怪我。就这样子，那就是靠，而且是靠什么？靠刚毕业的年轻人，所以他就是用这种方式。那我当然就是从调他的前科，知道说这家伙真的很厉害，然后再去就是调他的判决刑案记录，然后一个一篇一篇一篇的把他给写出来之后，写说台湾新闻史上最大的骗局，揭开十八岁赚亿魏文杰的真面目。这是也是在2001年的时候，要修理这种臭小子，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哦。那他呢？哦，他前科累累。哦，太远的老同学眼中的魏文杰说，除了胖一点之外没什么改变，因为呢，我必须找到他在太远那个竹联帮堂主的那个老同学来形容这家伙到底过去如何，因为要有本尊的见证。好，哦，OK， 所以就当时呢踢爆了这个家伙。好，那这只是一个市政。那还有呢？还有那种，比如说大家现在看到什么生技啦、干细胞啦，哈，什么这个癌症呐，哈，然后你会听到有很多人用这种东西要来告诉你说，这绝对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啊，你们绝对不要错过。当年的超导在2002年的时候，我在处理这个超导的时候，哈，那个文章告诉你说，再造一个李远哲，再创一个张忠谋，然后这家公司呢有李远哲，有朱金武，然后呢有王守田，哦，公司成立一年四个月就90块，高十块，加西郎，他告诉你说我们公司快要飙了，哈，哦，快要飙了。那结果呢，我就把所有的这些股东一个一个找，我连王守田，哈，哦，我连王守田我都打电话想办法到美国去找他，然后结果才发现说他真的是一个，就说这种公司在骗人的时候都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布局，哦，告诉大家他怎么骗人，哦，所以呢这里头有一个自尊盟的，就是当年这个扫黑的时候坐上了这个扫黑第一班自评专案第一班的这个王志勤，哦，王志勤在里面，王志勤他直接就挂名，就是在公司登记这边直接就挂名当副董事长。 OK， 这就是当年的这个超导科技。我们同事哈，我们同事在看了这个稿子之后哈，他说：“玉珍，我看你这个哈，看你那唱给乌培，所以他就直接取了一个名字叫韩丽，就是看完了稿子，全身带来一股韩丽，所以这个笔名是我的，只是这是我同事帮我取的，因为哈，赶紧用 book， 怕被，因为这笔生意至少挡掉了30亿。”就至少30亿把人家挡掉，所以呢，他说我替你感到非常的恐惧跟忧心，所以帮你取了一个笔名叫韩毅这样子。因为这家公司被我写完了之后就倒了，就再也没起来了，就再见了，哈，这个就跟一篇潘世伟可以让他公司再见下台一样。我当年在写东西，包括写这个林毅手假发票上市。他呢？哎，不过咱台湾的法律足奇怪哈。你说收破铜烂铁怎么开发票？各位，以后如果说我们自己也是公务员，我们去管一个政府，然后大家要想一件事情，那个世子的陈朝传说他被控图利，哈，背信图利，本来要给压起来，结果哈，一搞爆料交保之后出来，结果没多久走了。他回去了。那林毅手当年也是类似哦，他说我在收很多破铜烂铁啊，阿伯拿破铜烂铁来给你，你可说我收你500块，但是你要收，你要发票，有没有这个道理？没有这个道理啊。好，可是呢，他们我们现在的政府从18年前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就是他认为这样子叫做做假账，然后逃漏税。
可是呢，他没有一个制度出来。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当环保局长，你当县长，你当市长，你当总统，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要发展环保事业啊，人家回收纸来的时候呢，我要让大家的营业账上的收入跟支出都要很清楚，那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好，这个都是我在处理这些弊案的时候，后来才发现了很多的，就是政府可以做而不做的。就像士林纸业，他说：“人我收这个拍档，我收废报纸，我收人家一块钱，然后呢，我再转给市纸一块二，差两毛钱。”他说：“这两毛钱差很多哎，因为打刚的修啊，结果收一收，累积下来有20亿、30亿，结果陈朝传就被控。”被掏空、被信，这个是很难很难的一个法律问题啦，吼，就很像最近元大马家这个马志玲跟杜丽庄他们要去关，那很多很多的财经记者也在问说，啊，马家是不是真的夜路走多了碰到鬼，哦，还是我们的政府的错？我们的政府有没有错？其实，在处理这些新闻的时候，我想也大家用另外这个角度去思考，如果有一天你当环保局长，你当县长、市长，你当行政院长，这些事情到底该怎么解决？哈，好，那另外这个是超导的案子，好，那再来就是陈履安了。我要讲的是陈履安，像这款的，相信陈履安，有没有人相信陈履安绝对不会犯罪，绝对不会犯法？应该有吧。他很好，他很善良，对不对？而且他都卖安心便当，对不对？人那么好，而且他都可以把层层的仁爱路的官舍跟赵少康在闹的在斗的时候说，我捐出去，我还回去，对不对？这么大气的人，我跟你说，男人有时候下半身作祟的时候，他也会犯错，真的，因为他会犯这件错，会被我写他涉嫌吸金50亿。陈履安涉嫌吸金50亿，吸进大陆，然后呢，三大政府离职高官杨世娟、薛湘川、田蔚成是他的合作伙伴。我这样写，我是觉得，我如果没有相当的查证，跟大家讲说陈履安要吸金50亿，吸进大陆，那我一定会被告，而且他可能会找人把我打死。可是，如果下半身作祟的时候，就说他想要做一些事情，他觉得我没有错啊，人家也告诉他说我是对的啊，齁，这个公司叫做富裕国际创投基金，这个钱是要干什么的？因为他有一个女朋友叫孙春华，齁，那这个孙春华呢，就是他的儿子陈雨婷的干妈，哦，就是这样子。那他呢，为了要让孙春华有一个事业可以吸进大陆投资掌控，所以呢，他就在世贸办了一个连续办了好几场，一场一场一场的说明会，跟大家讲吼，你干那摕十万块出来，你只要3万块美金，就大概10万块台币。我可以帮你赚钱，那就是因为一个人10万，一个人10万，这一个人10万，现在用我蔡玉珍的名字要跟大家讲说，哎，我被来导流导租啊，十万块我替您探钱，我也可以骗到至少200-300位，哎，应该1000位也有，哎，我应该可以骗得到，更何况他是陈履安，好，陈履安真的是这样子，好，所以呢，他当时呢，其实很简单，有一个调查员的老婆，他说玉珍。陈履安他们在西进大陆，那你常常跑北京，你常跑上海，因为我那时候在北大念书，2002年我在北京大学念书。他说呢，你帮我看看这个东西可不可以投资，因为我要加入他们的连锁招商联盟。我就看了，然后就越看越不对劲，觉得说这个怎么投资啊？而且呢，他的很多的创投基金哦，富裕国际创投基金这种东西，就跟很多人在卖非法的基金是一样的，就是他如果隔天就不见了，你一毛钱也拿不到，那哪有这种事情？你投资，你去买股票，会不会明天就不见了？
不会啊，因为我们的市场的游戏规则，那个风险的控管是你可以掌控的。我明天看他赔了5%，我把股票卖掉。可是呢，如果明天你给他的这个连锁这个富裕创投基金，如果人不见了，请问你明天你拿得到吗？完全拿不到了。好，那他就是这样子哈，他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当时有很多的这个就是为了陈雨婷嘛哈。然后呢，当时是为了西进大陆，所以他的这个基金是登记在不知道在哪里，反正就没有，就自己说我把这个钱放在国外。哦，那他把这个钱放在国外，你们怎么会，大家怎么会那么乖乖的很放心的把钱交给他拿去国外？因为他的这个公司，他的这个叫做大院公司，他有一个公司叫大院，哦，发大院。哎，等一下，这个大院公司呢，在这个公司登记上面也没有。哎，我又按错了。哎，是下一个哈。哦，就是这个公司呢也没有。然后富裕国际，你在台湾的经济部商业司，我跟大家讲一个习惯哈。如果你若讲有一个人要甲你介绍讲，我做这物件投资一定会赚钱的，他如果拿了名片给你，你上去查了之后发现说根本查不到，那表示说你如果跟他发生纠纷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要怎么讨回来，你的诉讼标的你要去哪里告他。那这个富裕创投就是这样的状况，富裕国际创投就是这样的状况，你都不知道这个钱到底他去了哪里。所以后来呢，这个杂志，这顾胜宏也是我啦，对不起，这顾胜宏也是我，我惊用不，真的就是怕被打，你知道，所以这个也是我。好，那然后就告诉大家说，你们不要再被他乖乖的这样子钱捧给他，然后呢，他一个人10万，一个人10万，有的人说，哎呀，怎么才10万？给你1000万好了，哈，这样的人也很多，因为他是陈履安。好，那就这样子，他就吸了很多钱，哈，好，那他就，而且呢，我认为说他这个吸金呢，没有任何法源，我要拿法律来跟他讲说，哈，你在所有台湾的这些台湾的法学资料库的任何的该准备的这些创投基金的这些法规程序上面呢，你完全没有一项符合规定。所以呢，就用了2篇文章，然后另外呢采访这几个人。那薛湘川后来是蛮红的哦，薛湘川是直到了去福华饭店吃粥，然后才下台。可是下台之后也还不错，现在呢在中信金吧，哈，哦，反正呢台湾有一批官员哈，足奇怪哦，台湾无伊袂使。他不管下台什么事情，下台之后呢，他都一样有好位置。你看2002年的那时候，这些人走到哪儿都一样吃得开耶，我真的是不懂哎，我真的不懂哎，台湾都没有人才哈。好，那所以这是陈履安的事情。好，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一些实际的，我们来操作一些可能我们要揭发一些弊端的人事实地物哈。这是最近我们所看到的高育仁家族的企业公司。好，那首先呢，可能要了解一下这些相关的人跟事，对不对？好，那接下来你就会看到说，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出说微创科技在中华电信、国防部、内政部、台电的标案，宝一科技在汉翔、在国防部、在中科院的标案，台通光电，这家台通光电哈，郭台铭郭董他也是增资认下了所有的股份，所以他也是鸿海集团的关系企业。哎，那不是因为一进来宾的大当叔就是蔡美丽哈，这边有很多公司，他的公司很多的负责人都叫蔡美丽。好，那如果不是因为这家公司是高育仁朱立伦的关系企业的话，那郭董会说我全部通通都买下来吗？所以台通大家才会说，你看警政署的标案、中华电信的标案、中友的这些标案呢，都是在他进去当董事、在他入主之后，全部通通都在那个时间给拿下来。那这个标案的时间，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标案的时间哈，就是我刚讲跟大家讲的电子政府电子采购法就可以查得到了，就是可以电子政府采购网来宾吹哈，就是1234，那你这样子就可以查得到说，这些高育仁的关系企业标下了多少的政府工程，你会发现说，哎，
在地将来在搞，就是这样子，就是花一点功夫。我们如果大家集中火力，那把这些东西交叉运用的很熟悉的话，你说像现在的鼎新味家，鼎新味家卖油，卖那个增车油给我们，好，那他的公司在这家公司鼎新自由股份有限公司很早就成立了，民国63年，可是呢他在屏东卖油，然后呢他背后的这个叫鼎力开发，这个鼎力开发他赚的钱是这几家公司的，那他拿去哪里？他拿去买101大楼，因为这次就是101大楼的股东，所以你就这样子一直延伸，一直延伸去追追追追追这样子，好 ，OK， 这样前面的那些部分有没有稍微有点概念？因为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说，我们要来查一个人，好，比如说我们要来查这个突然有一个炸弹客叫胡宗贤，或是突然叶世文出现，那我要怎么样把他的过去？有一天吴志扬接受这个赵少康还是谁唐湘龙的访问，他说我又不是狗仔，我怎么知道叶世文过去干过多少坏事？结果那天我刚好也上了五四新观点，我就说吴志扬如果讲这句话的话，就是说你又不是狗仔，所以你不知道叶世文过去做过什么事，那你真的不叫吴志扬，你叫吴智障。那结果因为 我那天就跟阿官讲说，你这句话一定要让我讲，为什么？我说起码我也得替我的学弟郑文灿造一点事啦，齁。那郑文后来就有一个国民党的跟我讲说，哎呀，如果郑文灿呢就把那个蔡玉珍点点吴志扬等于吴智障，齁，然后买500个旗子，然后挂在大桃园的每个角落，齁，这样子应该还蛮有用的，因为反正吴志扬又没告我，所以呢他承认他是智障，因为蔡玉珍讲他智障他没有反应。这也是不错的选举策略哦。OK， 那这个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告诉大家说，连叶世文，我等一下告诉你，给大家看说叶世文怎么查，他还蛮简单的，就是智障的县长还不知道怎么去查一个他要用的重要的官员的过去式。好，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吴玉生的东西哈。早上呢，其实我觉得下午大家应该稍微风花雪月一点，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很多人告诉我说哈，我们看到那么多的立委出过绯闻哈，这个孙仲瑜还是最漂亮最有气质的。我跟 Rebecca 有吃过几次饭，还不错。到现在为止，他还觉得吴玉生欠他一个道歉。好，那可是。这怎么说呢？反正人家的事情，人家在维格606里面做什么事，我们也不知道。好 ，OK， 这个就是监察院的财产申报的公开的网页。我告诉大家怎么找、怎么做。第一个，财产申报专刊查询系统在这边。财产申报专刊查询系统。第二个，政治现金。所以这里头大家比较用得到的，我做记者啦，好，我做记者，因为监察院的这些监察报告哈，反正呢也没什么用。我们监察院哪一天做出一个有用的东西来，没有用嘛。他说大埔是违法也没有用啊，他说美和市是违法也没有用啊，美和市也交屋啦，对不对？也都交啦。所以那你监察院哈，我是认为早就该废掉了啦。好，只是呢他的网站里面只有两个东西对我有用，就是我要修理这些人财产申报不实，我要修理这些人政治现金官商勾结，我大概就只有用这两个。其他呢，我一直认为监察院是一个没有用的地方，经营不好嘛，对不对？赞成监察院废的人举手。还不错哦。我们如果哪一天我们一起去拉布条说废掉监察院，人都不用审了嘛，审那些人干什么？那些名单没有几个像样的，对不对？好，那好，就是跟大家讲说，财产申报好跟政治现金，那财产申报怎么查？哈，进到这个财产申报专刊的这个地方，然后打进去吴玉生就会出来，吴玉生所有报过财产的相关资料，好，就是你跑来就是安呢，就是他。动态申报以前当台北市新闻处长，然后立法委员历年来的资料都在这边。那再看你随便按一个，比如说
台北市的时候，以前我们常做一个事情，就是说我要看你十年前的财产跟十年后的财产增加多少，或是少掉多少。你若做官做官吼，你钱就搞藏的，藏到让人拢找无，安尼嘛是算你厉害，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常会把过去的财产跟后来的财产做一些比较，才知道说他有没有变聪明，或是呢他有没有变成理财很国际观，就是把钱都藏到海外去哈。好，那怎么看呢？来，就随便按一个资料里头，来，吴宇森老婆是谁哈？然后呢，女儿、长子名字都有哈。那再来呢，他的土地、他的房子都在这边，土地哈，然后呢？这个土地就淡水嘛，哈，然后呢，再来就是刚刚的那个叫做通化段。那有很多人说，那他住哪里？很简单啦、啊，我两个地址随便查一个，看他到底哪一个是，就说问一下立法院的人，说他到底是住淡水还是住在通化街的这个地段地号。那这个地段地号很简单，就是只要进到地震资讯网，我大概就知道他住在哪里，他的房子是谁的。房子是谁的名字？这边都有啦，好，这边都有。OK， 好，那再接下来这个东西叫做政治现金，政治现金，马英九跟吴敦义的政治现金，谁谁谁谁谁，然后给多少钱？那么这边都有，好，这就是给政治现金的，就从这边查，好，就是你敢给，然后你就不要怕被登出来，哈，这些可能都是党内必须要奉献的，叫做集会支出。就是吼，你要东来提名哩吼，那你也要做一些贡献吼，这些可能是包括钟小平啊、李庆元啊，这些都是 OK。那包括了这个朱立伦的政治现金，好，有很多匿名的，不要让人家知道，我就是给你钱，我就是不要让人家知道吼，就是匿名的这些。那所以呢，在监察院就是财产申报，还有政治现金是可以很清楚的。让我们来检视他。当然，以前也会人家讲说：“哎呀，这个马英九、吴敦义，多少企业给他？然后呢，蔡英文、苏家全有多少人给他？大概也就是从这个政治现金的专户里头去找哈。那还有一些，比如说最近的这个桃色风暴潘世伟，他呢也就被人家查查查查查查查出来说：哎呀，你看，竟然在上海的松江区，还好啦，他有申报啦，否则到时候被查出来的时候他还会被罚哈。潘世伟、罗盈雪这些人呢都有在海外买房子。那另外你会看到有很多吼，这拢好野人啦哈，你看立院首富啦，就是这拢就是看着刚刚的那个资料整理出来的。来哦，这个好野人哈，啊这个嘞，这个应该是很感慨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的财产都在这个趸缴的保单。这里头听说好几亿，这里头因为保单哦，保单45笔哈、哦，那都是趸缴保单的话，很多都是可以放在海外的，好，所以这才是最厉害的关键，就是这个45笔的保单，好，那基金你看基金也这么多哈、哦，那另外呢，刘正宏呢说，哎呀，怎么会越做越穷，然后呢，土地消失，移转到谁手上？那我们大概就会去查说，哎，你以前偌济，啊，今麦还剩偌济，哈、哦？那移转走的是谁？是去到什么地方？那另外呢，你看严家，好、哦，严家的土地，哇，这个也很厉害，但是呢，有比较少了，哈、哦。啊，这个可能是为了严宽恒要选举的时候，然后有做一些移转，哈、哦。大概就是说，我们看到大概。各位从新闻上面你看到大概经历出来，就是说你要做记者整理出来的大概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OK， 接下来是法院的判决的部分哈。法院的判决最近有很多人在跟我问说他要请什么律师哈。那他呢有一些这个房子的假扣押的事情，那我就跟他们讲说 OK， 你要找李永然可以，你就在这边打李永然的名字，然后去看看他最近的官司打下来哈，你就跟秋起喝阿拜手气不好的，表示他打下来最近有很多官司可能都会输，这个是公开免费的哈。那你可以按最高，你可以按高等，你可以按这个地方法院，都是在这边，就是在所谓的法院名称这里，然后民事、刑事、行政法院、工程会，比如说黄任中欠税，
好，陈友豪、黄忠宏欠税，那个可能就要按行政。好，那这个民事有一些是民事纠纷的哈。那什么字号你可以不用管它，你可以不用管它。甚至有时候我们要查说谁申请破产，那这个就会是破字什么什么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检索的项目就是要理啥，要怕什么类，大家爱会向，就是说你要懂得怎么打进去，你才知道资料怎么找，就是说那个门你要进得去啦哈。好，那你如果说我打邓香妹，邓香妹呢？你看她演得这么像，她演得这么像。我第一次上了那个新闻哇哇哇，我就跟郑侯仪讲说：“啊，今天骗那啦，被公家贼啦，你又不能够帮着像那个张其明这样子帮他去跟姑家讨钱，因为他偷看有够多了，他已经从姑家拿了很多钱去干嘛？去牛郎店玩牛郎，就是。”他跟姑家拿了很多钱买房子玩牛郎，为什么我敢这样讲？证据在这边，就是他呢，你邓香妹打进去之后呢，他有一个强盗罪，对不对？然后呢，你就看到这边哦，你就看到这边来，这是这个案子的被告哈，他呢是贾某某，然后在夜仙堡餐厅当牛郎，然后他的女客叫邓香妹。这个女客呢，她在86年的6月5号，她呢就邀这个人，邀这个假，这个男的，这个假圈圈，去她台北市的房子，去参观她的新房，那新居哈、哦，那因为她需要钱，然后呢跟邓香妹，因为她是她的恩客女客嘛，那女客嘛，你知道那个星期五餐厅我去过哈，我去过一次，那里头的那个公关哦，那个公关。哦，都很厉害哦！我给你跳三贴。那个公关呢，最红的那个人一定叫刘德华。第二名呢，一定叫黎明。嘿，啊，现在呢，可能会排一个出来说，我叫周杰伦，好、哦，或是我叫大人哥，就是牛郎店都这样子。那他呢，邓香妹也是当年呐、啊，好、哦，当年拿了姑家的钱之后呢，跑牛郎店，好、哦。拿老的钱来玩小的，真的是这样子。好，那结果呢？他说我要给他钱呐、啊，结果呢他不要啊，不要之后呢，他就看了他手上有一个劳力士手表，他就顺手牵羊的把他这个110万买的劳力士手表拿去，然后呢拿去给他当了，当了之后呢，后来他就告他哦，这条很大哦，这一条叫做强盗罪，就是惩治盗匪条例。哦，那这个钟表店老板是谁呀、啊？哦，就被找来把来问话了。我常跟各位讲说，如果啦哈、哦，如果各位有空，台湾的这种判决书哈、哦，包括什么孤家的红火案的判决，力霸王家的判决哈、哦，包括所有你看得到这些官商勾结，包括最近赵腾雄的起诉书。他都可包，你看那个赵腾雄的起诉书里头，还有叶世文，他如何养小三，去跟建设公司凹房子，都会在这些判决书跟起诉书上面，大家呢就把它改写成剧本，就是郑祖如的《玫瑰童林眼》，然后就可以拿去卖给电视台，写那个花系列或是。同龄演系列的肥皂剧，对不对？台湾的连续剧都这样子写出来的。好，那这些都是最典型的例子哈。好，然后呢，你看哦，然后对，这个也是哈。好，他其实不是只有写肥皂剧啦哈。比如说呢，这次那个立委他们蔡黄朗啦、邓丽君哦，他们在讲说我们的户政系统转包给中国，然后呢，他们要提出叫内政部长，当时是李鸿源，要李鸿源下台。好，那当时当然我们要看说，你看各位如果最近去办过户政的这个转换，我是因为拿到我的房屋税的税单，我发现说我必须要把我的户籍迁到比较贵的那个房子。好，为什么？因为我一迁过去之后，我那个房子的这个房屋税改成自用，我本来就从49000变成2万多，就一下子就减半，一下就减半。就是我本来在新店的一个房子很小，那我呢另外买了一个大一点的，可是呢我本来把
自助放在小的，然后我把它搬过去。我那天就碰到虞美人说：“美人姐，你那个最贵的那一间啊，你为什么不把户籍弄过去？因为真的差很多。各位，如果你真的试过的话，好，那他就说没办法，现在跟 James 在诉讼当中，所以呢，那个房子要怎么处理还没有确定，所以他不能够把户籍迁到最贵的那间房子，否则。”那个一般正常的操作，为了要节省给那个无能的中华民国的税哈，那你就必须连这种事情都要考虑。好，那这个户政哈，我去签的时候，真的这辈子第一次签，自己跑去签户籍哈，就碰到宕机，真的宕机了。那他真的转包给中国。那我们在看说蔡黄朗、邓丽君他们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哈？这家公司叫淮安达。惠阳电脑、安庆喜这家公司呢，都有一些所谓的在政府电子采购网的拒网记录，好，已经在电子政府采购网就有这个记录了，对不对？那我们再回头上去看，这个是我帮忙立委在查说这家公司，包括他的负责人，这间公司包括业务这林哈，做过偌济歹代志，就是干过什么坏事？你看，行政院海巡署告他哦，然后告他。这个诉讼金额是多少？好，这个是海巡署告他的。再来这边呢，国防部宪兵司令部告他，因为不良记录太多了。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很有用哎。然后呢，再看说这家公司资本额多少？200万，包了我们的户政全部19亿的系统。这就是我们的政府。那这个是谁弄的？是江宜桦弄的。可是呢，李鸿源说，我到的时候，我只是去完成它，所以呢，他就下台了。好，那但是呢，我想做官就必须要去承担这种责任呐。可是你连最基本的把关，这种烂公司，这种这么烂的公司，你都把整个台湾的户政系统交给他，啊，那我们这个政府在干嘛？真不知道我们这个政府在干嘛。甚至真的把这些东西都转包，因为他只是一个公司接了这个案子之后呢，我就拿去中国做了，我就包下来之后呢，包19亿，我可以用5亿给中国大陆的软体公司做，就是什么西安软件什么软件这样子。好，那我们政府专门干这种事情的。好，接下来再来看，包括我在电视上讲过，最近刚刚3000。欸、我觉得我还蛮厉害的，因为真的是有一点经验哈。昨天下午3点的时候，我就直接开了一个3000万的价码。我本来想要PO在脸书上，我说：“哎呀，他一定3000万敲保的啦。”果然真的是3000万敲保，这家伙很厉害。我在最早跑新闻的时候，这是民国80几年的时候哈，我就好好的去调一下赵腾雄的61年、65年、67年、74年、77年，没有什么什么所有的记录。好，就说你过去犯过多少罪，一条都没落高啦，真的是一笔都不会落高。好，那这些就是刑案的记录里头，包括有一个叫法源法律网，就说他没有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假圈圈，然后乙叉叉乙圈圈，这个法源法律网是完全都是没有那个圈圈叉叉的，这是律师在用的，叫法源法律网，他要入会哈。好，那他看出来有一些资料就像这样子，比如说我打王朝庆，然后呢我进去之后呢，所有的这些名字公司什么都有，这个就是在新店宝桥路的这个建筑纠纷伪造文书。好，那所有的这些这个他完整的就没有圈圈叉叉的，在这个法源法律网上面都有。我要先休息5分钟好吗？我后面还有很多，因为这只是讲到司法的这个查询，那后面还有蛮多可以融会贯通的，可能要先让大家休息一下。那有问题的想一下，看要用写的哈，比如说你要查什么，那你希望说，比如说我刚好有一个东西要查，那你可以用纸条，或是等一下直接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先休息5分钟。下课休息5分钟，谢谢。